给你们推荐一款纯黑咖，这个是纯黑咖啡，它上面里面就是这种袋的，每一袋的净含量是300克，这一袋的话能喝个半年多都没一点问题，这是很苦的，连一点糖都没有。这个比如说爱运动的这些人啊，你们就是运动之前给他来一杯，它是分解脂肪、提高代谢、提神儿，这个超好，我喝了好久了已经，我都喝了这么几袋了。今天忽然想起给你们推荐一下，它上面你看就写着让脂肪抛弃，它特别好。怎么跟你们说？就是我就认为它，比如说那个你吃多了还有利尿，吃多了啥的，你就把它喝一杯。感觉你的肠胃啊啥都很舒服那种，纯黑咖啡很苦的哦。你如果是不喜欢喝那个啥的话，你可以加点代糖。这是我之前没喝的。